小熊自己爬上啦。妈妈，好的，看自己去挑水果了。你想吃啥呀？耶，哦，哼，石榴，西瓜，是不是？还得再看看，再看看要啥呀？冬枣，是不是？你得看看要啥呀？孩子看西瓜呀。看来看去也不知道要啥了，是不？还得上那边看看，还上那边看看，看苹果。你笑啥呢？拿个苹果，等着给人放那，妈妈一会儿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妈妈给你买苹果啊。哎呀，不能啃啊！妈妈给你买苹果，一会儿给你买啊。一说一会儿给他买就笑了。还要看苹果啊。